山不开不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。原来你这样。这个学费。我们都在啊。有看这个队伍真的很吓人吗？耶、yeah, ！今天很开心来到西门町新开的唐吉诃德，有没有觉得这边很熟悉？到日本去的晚上必逛的店。那他今年来台湾开了第一家的分店，我们今天不介绍商品，就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挖宝，走吧。好可爱，这里就是美妆区，这边有美妆需求可以来这边逛一逛。玻璃壶哎，700cc， 不过相对我们比较优惠一点，1.2899也不算贵耶。我们卖的是1.0的版本，这也是日本制。这个是泡茶壶，299应该也不算贵啦。这个是茶叶，泡茶叶的，然后它有大跟小。就长得很像哈瑞尔的保温壶哎，529很便宜耶，600cc 也是有黑色白色，这保温效果应该也都不错吧？它可以当下壶用啊。这可以当接粉杯吗？好像很可以哦。299还不错。当秤豆子的。哎，对耶，真的。不错。好，来这边也是不错挖宝。冬天要补充一点热量，明治巧克力，超推。这巧克力也是我到日本必买的，超级好吃。可是这里的价格好像有点偏贵，在日本买还是比较划算。一小区咖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大概就是那种吉隆包，然后绿杯，哈瑞尔绿杯，这有点小贵。然后磨豆机，这磨豆机899其实真的是很划算。天哪、啊，这壶199也太划算了吧！都想跟他进货了。这个可以买，真的，这个可以买。滤纸，它也是 Harrier 的，这个包装我不晓得，纸质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一样。也是100入，89，真的是超级划算。这个可以买一包回去试试看哦。它只有02没有01，这89划算哦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吉隆 UCC 的，摄影师要买吗？吉隆咖啡，对，哎，它有 UCC 的豆子哎。349，400克，也差不多快一磅，
一磅大概四五四，三四九不算贵耶，但这个培度应该都是深一点的，而且它已经磨成粉了，这是粉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这边挖宝，三四九不算贵啦。然后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是豆，这个是粉，我刚拿的那个是粉，它应该是有分培度耶，它有分培度，苦味一二三，酸味一二三，这应该是中生培。哎，这个培度不一样，它有分红色红包跟金包，这应该培度比较淡一点。三二五，然后这是绿挂。他们大部分主要都是卖 UCC 的，哎，真的是磨好的咖啡粉，也应该是中培，中培。Key Coffee， 这个会不会是那个钻石绿杯的那个品牌？应该是哎。这边就是咖啡区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边挖宝逛一逛。谢谢大家的利用，谢谢大家的利用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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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是西的咖啡，两件才399，也太划算了吧！这个也 OK， 看起来这里选择真的很多哎。它大部分的品牌都是卖 UCC 的。这个才139，24包139，够便宜吧？日本进口饮料、酒类饮品，这个可以来买一下。各式各样的商品，欢迎各位来宾参观选购。它还有炭烧的，就是培度比较深一点的。欢迎光临，是两盒399。二盒有半售，日本空运来台生鲜划算。唐吉诃德的超市超好逛，而且它的水果很便宜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草莓？也太变态了吧！天哪，你看这盒。是不是爆炸大哎？899两盒。其实现在不能出国啊，这种东西大家也是会买啦，虽然偏贵，小贵一点点。全程佩戴口罩，保持手部清洁，尽量保持社交距离。若有身体不适者，请尽速告知工作人员。由于新冠肺炎，你知道这个日本荆棘吗？这是连皮一起吃，超级甜，有够好吃的。整颗。直接吃。这是麝香葡萄吗？哎，真的，梨山县麝香葡萄，这样卖多少钱？499，有点小贵啦。水果也很有研究。哦，来日本一定会买这个啊。去日本真的是要疯狂吃，真的价格差蛮多的。还有听说来这边买和牛，但是我不会煮菜啦，所以这个看看就好了。这个再高级的肉让我煮都浪费钱。天哪！这油花美吗？算美吗？哇塞！我看了好想吃哦，这是煮火锅用的。
结账两三个小时一定跑不掉，里面人爆炸多，有那么夸张好不好？真的，你看那个排队的队伍真的是超级长，我一下班就来这边排队了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大家不能出国啊，然后又刚刚好来到台湾，所以大家会想要来这边回味一下，到日本去买东西。疫情期间呢，大家还是尽量等这个人潮过了之后再来，真的太可怕了里面。但是真的是不错逛啦，因为就原汁原味从日本搬到台湾来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，下次再带你们出来拜家，拜拜。